出来的芽芽，到时候也很好吃的。这个是上次割的，那这里也标出来了，这个芽芽也很好吃。这个好像也长虫了哎，啊，也长虫了。要不要割回去放着？得了多少了？这个拿回去给大哥喂牛，其实很嫩的，我都不舍得丢。但是他们吃习惯了，就不会吃这个了。嫂子弄完没有？等一下我们去那个看一下那个地哦，把这个翻一下。这么大太阳，应该晒两三天就干了。这个菜今天晒了一天干完了，早上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回潮，但是现在已经干完了，一碰就碎了，把它绑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吃。这个应该晒两天也干了，明天然后再摘一批再晒。今年有吃不完的菜干，吃不完的青菜。把它齐平，这样子好看一点，拿个稻草把它一绑。种上就要淋这个深根水是吧？对呀，不然明天太阳一出就晒没了。那明天早上也要淋哦。淋一点好一点，这么小一根能活过来吗？可以，我去年种的也是很小的。这一大片呢、啊？这一大片就是我们房子跟这边跟你房子之间，那边还有一些，那边有一些种砂糖橘的，不是就这边，我就想种这边，搞一搞宽一点可以啊，还要搞宽，到时候那个反正那个砂糖橘不是人护理了。把它弄了也可以的，看着种不了吗？只能种啊，你不会自己种吧？你自己扛个锄头，什么时候能种得完？就前年打打那个地就可以了，把地打松。这个草要除掉，割草机，割草机也可以的。来，鳄鱼呢？啊？哪里？那个苗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小一条的，很大的。看看什么？黄瓜丁。黄瓜丁是河里的吗？是河里的黄瓜丁。黄骨鱼啊。黄骨鱼啊。黄骨丁啊。徐姐说要想把这里弄下来种玉米哦，20多亩哦。这个这么多草怎么搞啊？割啊。割，把割草机来割啊！啊！哦哟，种玉米来喂鸡还是干什么？老的可以喂鸡啊，嫩的我们可以卖啊。那你喂鸡，你也要有东西喂啊，是吧？玉米梗你还可以给喂牛呢。那老谭不是说想从黄山拉牛过来，
那不是还可以喂牛？从那边拉过来养是吧？啊，那可以啊，那都种，那种如果是吃的那种甜玉米，而且糯玉米才行呢、啊。都可以啊，甜的、糯的都可以种啊。一样种玉米。我觉得那种水果玉米去你卖哪种？那种水果玉米。那种黑色那种也卖得很贵。黑糯米，黑糯黑糯的。那种含花青素。又甜又糯那种是吧？对，甜糯的那种。对身体好那种。全部种玉米吗？种点别的，百香果也好卖呀、啊。百香果。啊，百香果。也打架子。罗汉果也可以、啊，那你打个棚子起来。罗汉果一朵花一朵花去授粉，你那比蜜蜂还忙呢，到时候。那养点小蜜蜂就行了，你小蜜蜂采花嘛。不了的、啊，那个太难弄了，种点那个百香果。百香果种玉米嘛，要不你20亩全部种玉米，万一明年玉米跌价呢？种那个黑色的不会跌价的。因为那个黑色的很少的哦，那甜露的啊、哦、对，黑色那种啊，它对身体好的那种产量不是很高，但是那种卖的贵，你不要种那种猪吃的那种品种就可以了，就是找好品种就好了。嗯，甜露的它一根不是打一颗，两个有的有两个，一般都是一个的，一个最大个，两个小个，除非你肥很足的话，也会找两个。那你家里那么多农家肥，那就搞点农家肥下来。对呀、啊，自产自销啊，这样子是吧？循环、啊。那边养鸡，这边种玉米。那边在养鸭是吧？那边养不了鸭，那个河太大了。鸭追不回来。哦，追不回来。以后给人家解鸭蛋。追不回来。那大哥追过一下是谁的地方？可以、啊。我这样分配好不好？琪姐负责找种子，你负责租地，你负责找人锤地啊，割地。可以、啊。谁负责种？我负责种。你负责种是吧？啊，可以。哎呀，还负责种。我负责找人来种。嗯，可以。分个活做吧。但是我们可以把鸡放在里面玉米地里面去，也可以啊、吃那小虫子。对，小虫子，等玉米高了。那个鸡肯定好吃，吃虫子、虫子鸡哦。那要先把那边的那个鸡棚搭好行吗？嗯。不搞，要先搭。自己搭也可以啊。搭一个大棚是搭很多小棚。木头，大哥家里有木头吗？有，那里有木头。明天开工。以后再买点那个雨布。明天开工了不？可以、啊。木头反正已经找好了，那明天把这里弄好，找好人家。多少人的签好字，我们就老他就找人来把这个地给挖了啊、哦，打地基啊，打地基就给了，很快的。啊，琪姐就在网上找那个种子，或者到处找。找个地好一点的哦。那就说好了不？嗯，可以啊。真的猪，真的猪哦。真的难道还是假的？会把它怎么办？亏本来就亏本来就已经搞个碗去街上嘛，啊！我去前面摘点那个益母草煎鸡蛋吃，做点爱宝宝。摘嫩一点的是吧？煎鸡蛋呢、啊？是啊，我叫村里面拿了一点土鸡蛋下来。这天冷还有土鸡蛋呢、啊？有，这个肯定有嘛。是不舍得吃，留起来卖钱的。刚刚我们商量好了，把那个地租下来，然后种玉米，或者是再种一点百香果啊这些东西，因为那个地已经丢荒了好久了，去年我过来的时候就丢荒了。还有一个，种那个五里香。我、哦、那个红薯。哦，五里香。五里香，你要会种哦，你要种过大河才可以。种过大河。我那时候收那个五里香红薯，人家是。种在田里面的那种才不会生虫。对，你种这种很多杀虫，杀虫的。哦，微微能种的话，我们种那个，很多粉丝想要的。那个我们种不了，还是给别人种吧。那我们种完玉米，然后再种它嘛。不行，这个它必须要是种稻谷，然后头稻种稻谷，二稻种田，种田才可以的。二稻种红薯。是啊，二稻种红薯啊。那我们今年一定要把这个鸡场还是玉米弄起来。嗯，明天要开工了，准备要大干一场哦。你起早一点吧。嗯，嫂子过来，直接踢门。可以。
很多人说我是村姑农姑，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啊！不用笑啊，咱们要开荒种地了，马上就是了。我们想一下，还要种点别的嘛？不单单两种啊，有点单调是吧？不能，这什么来着？人家说什么？种得好就好。对，你要专注的做一件事情，一群人专注的做一件事情，肯定是可以把它做好的，知道吗？你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你做不好。那你负责种玉米，嫂子负责种百香果，那我负责种个别的嘛，大哥负责种一样，反正就做分的。你看我懂农业知识吗？你以为读书，人家说你读书读不好，你就回去种田。我跟你说，你读书读不好，你回去种田，你都不懂得那个要怎么护理。你看我懂吗？那你就做总司令嘛，叫我们去干活嘛。这个益母草到底有什么？到底有什么用的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这是女人草，女人菜。走了，回去了，煮饭。啊。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。